伊拉克啊，老半年，目前还没有感觉。台湾是比美国好啊，真的。美国现在也是那个、啊、白人警察，只要把黑人杀掉，全部都暴动。我知道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好，上次不是又对一个人开枪吗？对啊。台湾是比较不会出这种事，杀白的警察一个杀死。有啊，就在那个封起来抗议，然后就狙击白人。那个黑人直接从后面，他跟警察对射，然后黑人直接绕柱子，然后他们直接就这样直接射他了。打他是那只是狙击手啊，黑人狙击手，他当过美军啊，然后就在高速狙击。后面不清楚，也死了三四个警察，都是白人。对可是在美国学校会发生这种事啊，美国学校最有黑人，不是会啊，那种歧视不是这么正常。美国学校黑人小朋友真不少，少数啊。有些黑人是中国人，然后那美国人，然后管你是不是中国人，然后感觉看你黑皮肤的话，就是他们是以皮肤来分啊，所以管你是，他就白皮肤黑皮肤啊。那我家的皮肤是不是在？人家是黄皮肤啊，我们都黄皮肤啊。是。那美国是因为黑人有些阶级低，就这样子的。美国学校大部分有钱人不会来。那是在我们看来有钱人啊，在我们看来他们每个人都蛮有钱人，可是在他们有钱人当中，他们一定是美国的贫穷蛮多的哦，对，他们黑人贫穷多，白人的贫穷，有钱人一样吧，之前困难的老板，谁啊？换被换掉，可是你看 Michael Jordan 也是黑人啊，原来就很有钱。你看像那些 NBA 球员都是黑人啊，拉布朗那些，科里他们不做黑人，都很有钱。就打篮球都是黑人，对啊，抢的都买黑人。比如华尔街都白人，洞通赚更多，洞通哪都白人。这个还要吗？